一直都出来吗？没有。好了，开始录了。那你觉得呢？充电状态的。你的是静止。然后，好，开始。我靠那么近是因为我在自己看。手太紧，有点迟钝。小妞妞快要弯不动，太紧。我怕出去很冷。你怎么都起来？所以你刚看的还是。没有缆车吗？哎呦，我真的忘记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有的。那你的手套戴两只有 OK 吗？就很紧啊！我刚就是在说，手套戴两只很紧。怎么要戴？对啊。休息一下。奇怪，缆车只有一大早最多人，怎么现在都是？是吗？对啊。对啊。我是看不到，所以我看就黑黑的、啊。我就看不到。黑黑的那一台就是车。对。
在原地。有啊，手是暖的，但是额头没有拉好。我看，完全不行，全开动哎、欸。真的哦，难怪我觉得很冷。要把布拉下来吗？我的帽子在哪兒？去后面了。哇，这样子啊？有了，有了。我觉得这样有好一点。应该有吧？刚才觉得额头很热，然后一直压帽子，怎么都没有用。压帽子没用啊，你要把里面帽子拉出来。然后我看一下我的鼻子。有了 ，OK 了。真的啊，真的，真的。真的，啊，你觉得好吗？明天如果大人一开，我们就不要滑了。嗯，就慢慢的收行李。你赞成吗？好，所以明天要故意八点半查了再决定。对啊，也不用故意，我们收完行李就轮流抬过去，清车子什么什么的，也绝对超过八点半的。嗯，所以还是七点吃早餐哈。对对对，就维持原样，本来就会晚到。所以明天中午是吃 FS Kitchen。哎，还有地球日吗？有道理，晚晚离开来这里吃的。因为他就那个啊。就这样。他的那个营业时间是到四点，很 OK 啊。很 OK 啊。然后两点多吃也 OK 这样。嗯，很有道理。你觉得嘞？好冷哦，好冷！我真的说，那边好不好会不会比我们更早到？啊？就要看他出关多久。他是一点半就到，他早到就叫那个来载，叫旅馆接他。对啊，他就在旅馆等我们就好了。好冷哦，好冷哦！我本来有想说，要不要写信跟旅馆讲说，我们是认得的，可不可以让我们房间在附近？有差吧？有差吧？有啊，因为可能你不会去找他，我会去找他，走来走去很麻烦。如果不是，算了，你要怎么办？怎样？谁先到谁先叫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也不知道他订到的是什么。哦，你说房型根本不一样。像我们竟然是三间，这里是三间合适的唯一。101、102、103，嗯，楼上不知道有没有。一开始还觉得101不好，因为我怕他又把我们放在最后面很烦，对吗？每次我们都去弄边间，都是最远，也选不好，最远当然不好啊。这次我还蛮满意的。对，我也很满意啊，因为很近，去哪里都很近，去柜台很近，去洗澡也很近，最近的了，因为房间里面最近，很好。嗯，我就是在。我觉得这间旅馆，我就是唯一就是网路跟要熬到那么晚才能洗澡比较讨厌。嗯，还有网路能不能弄好，我对这家没有什么怨言。我去查看另外一间温泉是什么。对，还有对，它有温泉，我喜欢泡一下，虽然说脚还是没有好。好冷哦，再给我靠一下。好冷哦，妈妈，妈妈，嗯，这家你满意吗？不错啊。对啊，哦，你是因为有什么温泉宿什么优惠，不然你还含早餐才一个人300多，很便宜耶。现在可能是28什么，还是27什么，我忘了啦。
什么二八？我是说没有早餐的状态下。哦，那我们就要每天吃面包啊。泡泡面。不要，就已经很不健康了。而且今天为了把酱吃完，还要买生菜。我想过还是明天早上吃，因为早上的，但早上我都吃得蛮饱的。明天中午，但是都缺靠了。对啊，你要带着真的带着盘子。进口生菜，那要不要进口两包？其实你生菜放车上的话，明天离开前才去买啊，放车上就跟冷冻差不多。如果暖气没有开大的话。日期是一样的啦，今天买跟明天买还差。日期一样。我是说，你今天晚上买到的跟明天早上买到的日期，今天日期大概有四五天。上次那天一买好像买到26号到期。总之买个两包生菜。然后你酱带着这样啊，你就今天晚上不吃了，因为今天晚上就回去也是很饱。没有。我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把酱拿去那边拌拉面。不好意思啦。自己偷偷摸摸的把酱拿出来，看拉面应该不错。再买辣油。拍照哎、欸，上次拍一张，而且我今天也没有 check in 啊，我也没有 check in。我的手机已经摸不到了。手机怎样？手套，手套。手套怎样？摸不，感应不到了啦。我现在都是用，你可以用音量扭开啊。我有音量扭开的功能啊。有吧？好像现在基本配备都这样。开相机吗？然后按一下就有。